前道是功夫，昏道是功。那在此，一姐姐参加刚才教育主题，安静吗？一姐姐参加，欢迎安姐姐来，我们开心。求前慈悲，前道即功，昏道即功，前人好，前人好，请坐下。咱钱干不人才吼，家己主动来去掏钱，唔免留在那边吼，怕人干不人才没有事，就来做钱的吼。对啊，因为你们发觉啊，不输了，这两个了。各位同修姐妹，大家早安！学人早安！啊，今天是新蒙上天大母娘主庇，人道说所有风烛，此时此刻两位老大人代表，以及咱何老先人，伫民国36年来将这个胜利军团，这里那熟悉的来到。带来到咱台湾，那当然何老先生啊，一生的五大牺牲，也会当讲安尼哦，当时的开荒困境哦，啊，到现在啊，传落咱过去的陈先生哦，那么呢，开创了咱陈先生开创了咱优秀人的这个道路。当然，啊，嘛感恩啊，咱过去各位大家各位同事的道亲，因为护学嘛是人的护学，真正讲护学是恁的前人，其实护学嘛是恁的护学。我咧讲护学是护自己啦吼，嘛是咱的护学。安怎讲？我咧像有看张某先生吼。一种科学的前沿，郭炳新先生因爸爸，哦，以及着咱啊在座人，我想看有滴想有滴会足济啦吼，伊拢是前辈。那么若无前辈的牺牲奉献，嘛无咱今仔日。那么当然有当时啊，咱会讲，啊，这个今仔日这个台刀。啊，咱讲来得到、救到，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。啊，因为伫这个内底呢，科学的题目叫做上帝多么的救恩。啊，上帝，咱有当时啊会怀疑，咱信佛教的，啊，内底讲上帝，啊，上帝不是耶稣教的吼，其实不是上帝啊，就是老母娘。所以咱真正讲老母娘的上帝。还在哈，所以咱的无变的是啊，明明上帝，明明咱就叫上帝，啊，为什么咱搁会讲老母娘？其实老母娘就是明明上帝，明明上帝啊，就是老母娘。那么因为安尼呢，咱过去老母娘开创这个天地，
啊，开创这个古丢了后，哦，也着会先来甲咱定七分地势，七分地势，三不修完。那么当然，七分地势就是以前上古的时代，即要哪个追究起来，六百几年前，咱即马都无历史，啊嘛无多人去考古啦，哦。那么到了三不修完，即咱会当考古。三分修完就是啥？三分就是讲第一分认定古分，哦啊，所以认定古是伫咱中国哦。伊讲古分，但是唔是印度那叫古分，分唔是印度的，唔是印度的人拢讲分，分就是啥？已经得到会当真正觉地相传，各地都相传，叫做分，安尼啦吼。啊，其实讲起来，即讲各地相传叫做分。啊，咱想想咧，咱到无法度人各地相传，其实咱在做做嘢，咱拢各地相传咧。咱已经拢各地相传啦，所以认定分第一期、车期都讲一堆，都讲的。帝王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就帝王才有资格求道。帝王才有资格求道，所以迄个时阵要求道，啊，唔是像进普团，伊是啥？伊是要求道，就爱千里访名师，万里求考官，所以就爱先修，后来会当定。所以迄个时阵的困难，是像咱即摆遮尔简单。所以迄个时阵叫做青铜器的时代，但是伫青铜器的时代，哦，咱若甲讲起来，然后互学生也捌咧讲啦吼。伫即个叫做各位有听过无啊？互学唔知影啦吼。啊，但是大家做参考。黄帝咱大家捌啦吼。哦，咱拢讲炎，咱即摆大家拢讲咱中国人叫做炎黄子孙，咱拢是。炎帝就是新郎，啊，黄就是黄帝，哦，啊，黄帝将这个刀传落伊个囝，叫做萧何，叫做白帝。那么呢，佮这个白帝啊，伊要转去啦，所以天元皇帝他佮将这个刀传落伊个孙，叫做颛顼，颛顼啦，哈。啊，叫传入了后，哦，这个刀要传予伊，哦，迄个时阵呢，这个武帝甲伊孙各改告诫啦，啊，哦，各改什么？讲出刀至尊至贵，这个刀是至尊至贵，不可传于非人，袂使传予迄无好的人啦。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不可传于非人，哦，若出人黄金万里哦，地黄万里，你都袂使传落去。假假使讲你呐，伊用黄金万两啊，甲地黄万里要甲你换这个刀，你呐传落去必遭天谴，一定要天甲你谴责。啊，所以吼，咱较早求道吼，咱现在做这里，这可能拢安尼啦吼。咱较早求道拢讲啦，咱若无照迄个十条大愿之行者，愿是不后边话要讲咩？天大如地雷都雷都，啊嘛有人是查甫讲天大莫不应心，对无吼？真正咱迄个时阵实在是安尼，足思想。啊！咱若无去做犯着遐，台湾里面五类要讲十败十败，该咱嘛无关的，咁是吼、哦。所以道的思想确实哦，非常难能可贵。那么第二期弘扬期，答释迦佛的时代，普渡以普渡人普渡中原，所以吼、哦、较早啦吼、哦，咱拢。咱
咱手会挂咧普陀山。白骨，唔是好兄弟啊！啊，普陀归魂，普陀归魂，吼、哦，啊是好兄弟啊！吼、哦，哎，普陀归魂啦哈！啊，为什么在阿娘上期、青期，他拄仔我讲的青期叫做哪？叫做上元的时阵，所以上元是普陀气天的神仙，所以到这个段结束，到红心本。红心，这个叫做姜子牙感触红心，所以无贪荣华富贵，也有认真修行的人，安尼你会当成神、成神、成仙。也若是假使讲你贪多荣华富贵，也想爱要在这个世间享受，安尼脚踏实地行红心本。道名哦，迄个风神本是风险啊，凶神恶煞，凶神恶煞就是遐歹。也若是善的，好的是风正神。所以因此，迄个时阵是哦，青阳期的时代，红阳期普渡的归魂。啊，为什么互我讲阳红阳期普渡归魂？因为咱世尊伊讲三藏经书，世尊讲三藏经书，啊，法一种谈天，论一种说地，所以咱拢讲哦，你即摆咧谈天说地，讲天讲地，谈就是谈话嘛吼，所以讲天地道理，经一个法一种谈天。法一种说地，经一种道鬼，经一种，所以你甲看吼，七月拢咧上经，哦，七月啦吼，要普渡拢咧上经有无？所以因此经一种道鬼，这是三种经书。那因为到即摆迄个时阵拢是大多无普渡，但是到即摆呢，咱即个时阵确实应允多有着。三佛大开普渡修完这个时代，所以今仔日咱大家啊，老母娘大慈悲，将着这个大道普传予咱大家，所以会使讲，人讲来得早不如来得晚，所以因此呢，咱也知哦，手底下三佛修完这个时阵，哦。啊，所以第一期咱大概是顶听三部拢讲过啊啦吼。第一期旧科德，第二期新科德，即次第三期是咩科德？在科德，无再互我阿舅德吼，阿老建功老师来献身吼，阿德安尼讲啦吼，讲人无食不养病，也无钱未修行。所以修行爱情，修行爱情哈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啊，咱伫迄个佛教的内底吼，一阵佛学有去印度开放，啊，想去印度寻吼一寡佛教的经典无啦吼，啊，去迄庙寺找吼，无啦，啊，佫尤其吼，迄个印度语咱看无，哦，啊，都有迄个翻译，迄翻译的是对对来。对美国家翻译过来，多年的分有一半，讲弥勒笑痴呆，弥勒啊，笑得像痴呆一样戆戆啦吼，也徛伫十字街头等一个人来啦，哦，安尼吼，也等着人就讲两颗荷花，安尼啦吼，要爱情啦。啊，这段安尼在讲吼，咱来甲想，咱今修到得到修到，咱来学弥勒祖师笑嘻嘻，也个啦，人讲唔是真正讲是假讲，修行吼上巧，啊上也要用心机，安尼唔好，爱单纯，修到个是爱单纯。干巧好唔好？干得巧咧，哦，所以无讲
无讲无讲干的会升温的，甲无讲干干的会升温，袂啦吼，拢叫做呐痴呆痴呆。结果我毋是真正讲，若真正讲，含我也袂分。真正讲，问你三你也毋捌，啊咱假讲的是啥？哦，内心了了分别，善是善非，善对善唔对，善好善唔好，哦，免得明明白白在哪里，在心里。所以迷恋化期待，就是要化咱过去的恰恰，感化咱这期待啦。也伊嘛期待呢，有无？你咧有期待无？伊讲有人未老转，老转自细好，骂伊啊！我一过你嘛骂伊，叫讲好好啊！哦，你骂我了转好，哦，安尼啦吼，我是爱做比较啦吼，啊，对无？有人骂伊，伊讲好好好哦，你骂我好。有人拍我，讲伊未拍着伊，先摔倒，把我倒落去啦，哦，对无？哦，呀。也有人啊、哦，有人甲配乱伫面面，伊讲我嘛唔免去甲亲，也互伊家己担，我先开啦，啊伊嘛无烦恼，对无？所以今日咱大家得到这个思想的道，修学道，第一爱单纯，单纯就好，单就是简单，莫想遐多，唔通想遐复杂个。啊，拢唔通想想这想复杂，咱拢去想足个复杂。所以因此，今仔日咱来知影吼，老娘上帝老母的救恩，因为这次白羊三折普渡，莫好一中。今仔日天道明书应允降世，要予咱大家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时间，会当真正得到这个思想，这个。过去自古唔甲泄露的秘宝，即马予咱得到，所以因从伫这当中学习来这段话。二十一世纪的来临，咱即马大家拢知影二十一世纪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过去拢有讲一句，二十一世纪是啥个世纪？中国王啊，王总，中国人的世纪，讲中国人的世纪啦，吼、哦，敢是吼、哦？中国人的世纪。啊，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讲中国人的世纪？其实，若要甲讲起来，即摆过去咱都对伫咱即个清末的时阵，都大都破坏，对十七大作开始，哦，咱迄个叫做金光六祖，哦，六中年金光六祖培养英文队开始。哦，清末的时阵，但是呢，到了苏州、苏武，哦，这段姻缘，哦，啊，伫大约迄个时阵到34年上早，即倒来台湾开放的迄个陈文祥，即摆就是啥？较早即摆现在，即个叫保光崇政，会较早迄个。苏公封伊做迄个枢纽，陈文祥，迄是做医生，伊上早倒来台湾，所以伊民国34年，也若像咱何老先生，啊甲宝光或甲迄个花一重的韩老先生，因不是36年来来，所以韩老先生交咱何老先生坐共帮助，坐共帮助咧啦吼。但是大家在传，伫做恁妈妈，唔敢讲到啥物，大概是主导，你主导，我主导，你大家主导在心里头就好了吼。我迄阵仔咧多忙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难过咧，村里拢都陆续伫迄个时阵来。到即摆呢，哦，中国大陆，哦，诶，即个经济也好，啊，个个是喏，可能慢慢会开放。啊，所以因此，咱现在住伫咱台湾这个道路方便了后，啊，咱现在多团80多个国家，有80多个国家吼、哦，
所以一贯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设立一贯的总会，哦，所以进多团世界办国。但是九州即马才开始，哦，啊像咱九州就中国大陆嘛吼，啊所以即马大陆嘛慢慢下当咧，互咱去开发。但是进像咱房地产书去大陆开发了无吼，啊进即个啊做前年就嘛咱房地产书，互啊甲房地产书讲，叫伊去大陆家里读经，名传四书，红传的，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即阵呢，啊，即、这个将来，即、这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中国人的世纪唔是凭武器，唔是凭气力，唔是凭什么哪会变叫世界人争，凭啊文化。所以咱道统文化，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来无去的物件，即卖要倒转来。所以二十一世纪的来临，地球家乡的科技文明突飞猛进。咱地球就是咱家乡啦吼，因为我们都是地球人嘛，啊，所以咱真就是大家拢是地球人。啊，所以因为咱大家嘛知影，即摆即个科技的即个文明突飞猛进，人类正享受着科技成果的同时，也面临了地球生存的危机。虽然咱享受了这个文明啦吼，像即卖这個文明咧吼，啊，若无较早，我若要讲这个社会无帮，即卖唔免写着，吼，足简单哦。啊，所以因为咧，这就是享受科技文明的时代啦。咱即较早若要去倒，就用行，哦，安尼无，啊，即卖唔是，啊，较早啦，咱个老辈吼，做事就用行，啊，上好骑脚踏车，哦，啊，即卖唔是咧，轿车驶到田花边，啊，对无吼？所以即阵享受科技文明的进步，但是呢，嘛带来了人类面临了地球生存的危机，所以咱即个地球即个地球。是咱大家的家乡，也嘛咱的共同体，所以即阵即个地球破灭啊！咱大家知，咱大家知即个地球破灭无？哦，病得足严重啊！啊，就像我即摆嘛，病较真严重啊！哦，安尼啦吼，啊老人一定有病嘛吼，对无？啊老人若无病，像我吼，这年龄若无病，岂不是世间人？我讲诶，听清楚。像我这个年龄，若无病，迄已经无伫世间啦。哎呦，啊年纪下者，毋是高血压、着糖尿病，无着啥物脚下酸对咧疼，有无？所以你毋免看迄个人有健康无，迄是讲咱拢无去人诶门诊头看。若去门诊头看，愈侪话，门诊头愈侪物件，啥物物件？药啊啦，目睭药啊啦，心药啊，拢下规门床头，有影无？你有无？哦，我拢有啦。所以吼，有病正常个啦，无病无伫食啦，啊对无？无病无伫食，所以吼，咱大家爱欢喜。今日即，咱若有一小小做，咱若有一口饭滴嘞，好好修道，好好办道，所以吼。咱今日知影这个危机，诸如环保、气候的污染、疾病、斗争、贫富、战争的灾害等等，足多啦。现在你若看，毋是遐个小台，哦，毋是遐个哪货，像即摆你若看电视吼，哦，啊，即摆美国交卫星来日本美联合对这个做卫星呢，北韩，啊，交南韩。哦，这边要安怎样？所以即摆就美国的铁桥来讲，伫日本的、伫韩国的、诶美国人，要叫伊倒去美国。哦，啊，这嘛紧张咧哦，啊，希望讲唔通啦。啊，若真正啊，即摆的时阵啊，战略到底吼，啊，安怎死也拢唔知啦。人国家人要甲你讲，你这探头蛙。
啊，安怎死的你都唔知有影了对。咱若咧困在知讲安怎死的，确实。所以因此呢，我无论讲是即个气候的转变啦吼，应该寒无寒，应该热无热，对无？气候的转变，空气的污染，这边这边的人啊，啊，即摆迄边有哪些无药啦？哦，安尼啦吼。较早有药人去，即摆病有哪些无药人去？人去斗争，国家国人家人斗争，好，啊，贫富三个较好个差相争，三个讲我拼到要死去，一个月赚无两万块。啊，迄坐倒遐吹冷气，一个月赚几落百万，啊，这道人类道平等，啊，无来个夹，无来个抢，啊，要来使吼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造成足济的问题，一善呢要做歹，好起来也要做歹，要相信无？善人讲来共抢来夹做偷，哦，啊，有一个呢来食毒来跋筊来啉，对无？是毋是？贫富拢有问题，吼、哦，战争灾害足侪个，吼、哦，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条件，甚至宇宙自然律的失灵，而爆发出世界末日。世界的末日，咱正常拢会晓讲啦，吼，真正真正个世界特别无影啦，哦，电视咧报道个吼，南北极的冰已经。可以啊！较早南北极，南北极个几十公尺的冰层能冻，即卖已经南北极的冰无去，即卖看到土发臭啊！哇！哦，较早无动物嘞，即卖有动物，所以因此呢，人类面临的就是浩劫的来临，哦啊，所以是令上帝恼怒的忧心，所以。老好了，有心啊！啊，咱放咱这注入来到这个世间，本来就是讲要治理这个世间，也唔知讲来这这注入吼，也啊你用啊乱七八糟，不，这个辜负派，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这老好有心的吼，假使讲啦，今仔日咱若生十个囝，哦。啊，本来想讲这十个囝看会好囝，好好听话，啊好做代志，啊好好去的时阵遵守规矩，啊正常做啦。咱做爸母会烦恼未？未吼。啊，这十个囝吼唔听话，啊要搬，啊要啉，啊要开，啊要做代志，啊要做迄个犯法，啊做老母的爸母会欢喜，会烦恼未？所以老母娘烦恼咱这个囝，哦，啊，所以第一期抢去多两亿，第二期安去啊多两亿，啊，即卖九十六亿，啊，剩偌济？剩九十二，啊，咱剩九十二，即九十二要怎多啊？啊，较早好啊，我咧讲安尼做比较啦，即个大多人讲老母娘哦，安尼为着要多即九十二亿，把天顶去四亿拢。拢落来，哦，安尼要投资九十二亿，那拢投会转去，唔着老母娘趁钱嘞吼，遐唔有吼，真难投无转去吼，老母娘做了钱收入嘞，了钱呀，哦，四亿无转去，遐九十二亿也无去，遐唔是了钱，所以因为老母娘为着安尼拢好啊，安尼变来使，所以因此呢，他特别开恩，特别开恩呢。哦，咱叫做先得后修，先得到后壁来修得，啊，啊，过来，哦，咱来加得到，再加修得，再加修得，我们叫你去做和尚尼姑，唔免抛车弃住，哦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哦，佫会当互咱啥，互咱伫即个人生，哦，像较早人吼，我听做。帮丁无先生啦吼，啊，就比如啦吼，帮丁无先生说，咱这早期吼，迄阵食菜拢食哪位？食菜配豆乳，配秋子，安尼尔，啊，配迄是搁兼毒毒，
哦，点解那个咸点解会毒？你该说嘛？啊，有着咸毒毒，对无？哦，安尼无，啊，所以迄个时候食也是安尼呢，咸鸡啊，哦，啊豆子啊，啊豆子拢生虫，咸鸡啊嘛拢生虫，哦，对无？啊，安尼嘛咧食咧吼，啊，即摆呢，你有享受无？有食好无？有够好个呀，哦，所以较早人听食菜讲。哎呦，啊！你要食菜要死哦！啊，真食菜大，有哪有人好食吼？唔知讲咱即摆食菜食啊会咸，你有咸无？有无？所以因此，咱来知影，现在老母娘忧心，即粒地球要无法度人生存。所以吼，今摆来讲，咱今日是要安怎？要来把人间天堂的实践，所以咱今仔日上天老母慈悲，咱今日唔是讲就一定去到天堂到享受，即摆伫咱人间都是天堂的实践，咱来来做咧哈。咱即摆唔免讲哪位啦吼，较早吼，较早细阵的时代啦哈，迄阵啊，因咧坐的所在。迄阵拢伫倒咧说法，你知影？拢树仔下，哦，啊树仔下要坐哪？坐草啊，哦，安尼啊哦，坐草啊，请问你即卖坐坐啥？伊啊，哦，即足贵咧，即一平就爱几万咧，有对无？啊，啊恁即卖坐迄椅啊，一条骨啊八百正千块咧，对无？啊你较想，哦。咱真是人间天堂的实践呢，一别人无，咱得到受用的人吼，为着要道亲，会当轻松，会当互伊来遮听，互你听了会欢喜吼，也点传输，前辈遮拢足注意，尽量把咱的佛堂设置好，安尼足好势，足舒适，你甲看，世尊迄阵有灵听无？无啦吼，对无？啊，当时阿姜伫青阳伫迄阵有冷气无？无啦。啊，若热呢，后壁热死；一寒呢，后壁寒死。啊，恁即摆毋是呢？咱即摆是有够好个呢，吼、哦！即冷气若去甲你调湿气个吼，寒也袂寒呢，有湿气嘛？啊，热也袂热呢，有冷气啊。哦，啊，若是讲像今日有一个人买车都买很久嘞啊，啊嘛袂寒，啊嘛袂热啊，咁是啊哪咧？咱人生有享受，所以咱要把这个人间天堂变来做实践。所以自从上帝老母派遣五教圣人同心教化，哦，所以上帝老母娘派这个时阵。五教圣人要同心教，也因为五教圣人吼，其实啦吼，每一个五教圣人，迄有伊个英文啦，英文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所以我发白讲啦吼，咱这个叫做世间，咱这个世间五条脉啦，咱这个地球五条灵脉，也五条灵脉吼。两条对昆仑山，昆仑山，遐号做灵脉，遐号做左腕，昆仑山，哦，啊，所以两条呢，一条对，一两条对这个北澳遐停，所以出一个啊，伫这个耶路撒冷，哦，耶路撒冷，咁是耶路撒冷是回教的吼，回教，耶路撒冷。哦，回教的教主牧师了掉，也教这个啊，说一条到以色列，哦，啊出一个耶稣，哦，啊，即卖三百零，一条就是咱迄个啊，说，喜马拉雅山，世尊出世尊，两条对咧中国啦，两条对咧中国啦，所以中国。一条到底，一条到位时阵，迄、那个山东啦吼，
山东迄个林的无过海，所以其实山东为什么会讲咱中国会当予人仰慕的山，就是、泰山。含皇帝伊要登伊，也着去泰山祭神、祭天。其实泰山有关无无关，泰山比迄个做迄个呐，西藏较低呢。哦，啊，所以为什么在泰山不能有山脚？咱台湾的玉山嘛算袂歹啊，所以因此呢，伊就是迄个灵脉无过海，所以灵脉高遐出真济咱中国的圣人，圣人啊，哦，尤其呢过去的圣人是做皇帝，多干孔子、颜回、荆子、朱熹、明子，虽然圣人，但是伊无做皇帝，所以人。战役战役，人家伊战役，伊是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到遐出一个，一个孔子，啊，所以遐圣人拢在遐啦，啊，山东，所以咱古早讲啥，山东出圣人，咱要听安讲，嗯，我嘛拢听伊讲啦，山东出圣人，那么一面对对来，一面对福建，一条龙，另面对福建，福建来到对。福建到到广州，伊也结一个血，出一个国父，啊！啊，那个伊咧走到对，走到啥？迄落南海，海南啦，海南，佮写日灯啊，佮写日灯啊，到这个这，福建迄个所在，过海来咱台湾。所以来咱台湾，来咱台湾，搭过搭来结缘，啊，所以台湾结缘，哦，才会当伊那只天德普传的物件啦。啊，因为咱所以咱台湾就是啥，咱台湾就是一贯的复兴地。蒋介石是讲台湾是要反攻大陆的基地，好安啦吼。啊！但是咱今日台湾是台湾是一贯的复兴的所在，所以今日伫世界所有去开放的有80几个国家，拢咱台湾人者，就得到了后，知影倒好，无法关咧、歹咧、无惊错咧，去到了开放。所以吼、哦，讲起来，人去开放真正去个真好。但是吃苦就吃苦，到最后都受尽。哦，啊，所以唔过咱遮啦，其实国家即嘛符合个规矩啦。因为咱有性个个点样输拢做好，拢做好。我先来嘛咧，甲帮点你学咯。我帮点你，你暂时填本书。若要讲得财产，你去写者。我讲。迄时阵，我是安尼讲个啦，哈，我有一个计较个，我伫只讲有一计较个哈，因为去泰国，当时打起咧开放，吼、哦，其实无想你伫遐付出作甚，吼、哦，要无想点你嘛，啊，我冇去啊，吼，哦，安尼吼，啊，但是呢，了后，即摆我帮点你去吼，哦，啊，就即摆遐，若公开个活动，咱拢做个，泰国即摆现在。建议我即摆就来试经吼，听说讲试经，五经啦，五经啊，五经，六大五经哦，六上安尼好哟。你个想，多一个这本书有法度人安，咱台湾咱遮有安，搁去到大陆拢有真专业个学堂吼。所以讲起来，老母娘对咱有心人足疼。诸菩萨对咱修有性足慈悲，包括咱老前人、咱前人拢足慈悲，所以咱有性人，因为现在在台湾八单位，每一个单位拢是非常重要的活动，这是真正天文事业。但是既然到有天文事业，咱袂使只讲，这是我的能力，这是我的功劳，这功劳拢啥？兄弟姐妹共同的努力甲付出，
敢是？若无听你今晚总统都在护存，哪一个人能够把这个道场盖得这么好？无法度嘛。所以咱爱感恩，所以佛学今日而且嘛足感恩咱过去的动手甲现在动手，大家共同无私的奉献，哦，才会当今日有咱遮尔啊殊胜的道理。像咱我今日是咧阮同学。同学，阮读同同年同同间学校同班咧，啊，伊唔敢买迄个电关键出来学佛的，对无？这真正是真正若要真正名利，要来做唔出来，做唔出来呢？所以吼、哦，应该讲作者哦，安尼啦吼，有关系的作者，布施的嘛作者，若无咱袂当开基金叫开遮侪钱嘛吼。哦所以这拢是大家的努力下边，所以今仔日咱五教圣人的显化，但是呢，真正到这个三级或者三者大开普渡，唯有就是啥？唯有就是咱老祖师啊，领受天命，哦安尼啦吼。啊，其实五教圣人内底吼拢有含义。咱这叫做，咱其实咱这，咱一贯的五教下面咧，五教合一咧。我唔单是讲咱宗教咧，吼，是咱这咱行儒教的伦常。所以得天道、修人道，把人道做好，安尼咱成道。所以儒边一个人，啊边一个书，人人拢需要。道嘛，人人拢需要啥？需要道啊！所以儒是人拢爱，必须的要的，未使无啦。无得到生死轮回，一定有你的份，有得到就无啦。哦，再来道教的道，哦，啊，迄是道是啥？迄是道，唔是伫外口，道是伫咱内底。所以吼、哦，你是只是道，你来安尼个。阴阳就是道嘛，对无？啊，因为阴阳，所以道就是阴啦。啊，阴伫对，阴就是伫你家己的身躯，道就是伫你家己的身躯，即是啥？主。即是啥？主业主。主嘛，家己嘛。阴阳为之道，道伫对，伫我家己的身躯。啊，身躯伫对，那个啥子？你叫做哪？木嘛吼，啊木就是哪？我系木头内底，等啊，等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咱个等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是木几位？何位？五种，合作个伫对，合作个家己嘛，伫你个身躯，五种六腑，伫你个身躯，敢是？像六五在你的身上啊，啊，不管等下干，给你看见的你朋友，哦，敢是？请问，你的等下更多敢有给你看看外口？嘛拢伫内底啊，啊，倒伫底，伫我家己的身躯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家己，啊，所以这篇，哦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安尼不是五种六腑哩，啊，对无？藏你个五五，在你的住籍本身，呀，这两个合作社会，这两个合作社会是啥？修，修，所，都是我们人生第一要紧，都是咱人生第一要紧的物件。修养，所拿，所要，所领，这几点本身，都你这样啊？哦，安尼啦，跟你讲第
你的头啊。所以吼，即卖下底是二十，二十吼，迄个穿六穿八九，十几位二十，一两三四七五六七，安尼拢总几位？到甲加是几位？十六啊。道就是咱的生命，所以咱的生命十六位，道嘛十六位，道是你的身躯，要你若唔行，未到，所以爱救人、度人、兴国立德，所以好心人，伊好诶拢有意思，拢有意思。佛佛讲唔是人，唔是人啦，所以佛伊就啦，回想唔是人啦，伊出家啦。所以伊就无一心不在善无浪费，即是压压着是呐，压缩的压压着是呐，即是叫呐，高义嘛吼，咁是高义就是外义哈，外义，一外义你爱听下伊来伊是唔哦，即是叫做，即是叫做大义，所以大义呾大家要见晓啊。放心，这个啦，听啊，听对心入去，大家知影听，知影这个物件好唔好，大家知。所以咱在听人拢甲你讲，你唔通听话啊，妈你懂无？听大话伊，说一个对这这边才会要出来，爱听你心入去，咱的心内力或者心力，所以。靠听爱住内底是，咱求道点老师甲你讲啦，我即马用嘴讲，你用心记，即个字啊做三回有无？心地落，心地落，做迄个做数量，那小飞机啊无啥听到个啊，心就是你对个记下啦，心里来，对不？哦，对不？所以啊，这内心，迄个叫做内心，这个不是内心，这个是什么心？这个虚假的，会个吧？这个不是内心，这个才是内心。所以，听明白没？所以，我用嘴跟你讲，你得用心记，一二三四五，有无？哦，安尼啦吼，要多做事情啦吼，安心吧，会搞的。喂，喂，你等伊啊，你等伊，阿边啊等伊，爱伊大口进到小口，大口进到小口，哎，安怎样？小口就是呐，翻出稻田，迄个小口，小口，敢是？唔能够对大门吼，眼耳鼻舌这管。对啊，出去畜生六道轮回，哦，那小门呢，了好生出门，所以开山，对小口出，所以来讲，我搞圣人啊，哎，那我呢派我搞圣人来啊，来度天道啊，以及别人活到一条的天命灵书，的典范书，所以今仔日天命灵书典范书。古早名书一个尔，但是咱今日名书两个尔，老祖师等一下，师尊师父名书，所以师尊师父名书，但是哪呢？老无聊，要普度众生，要怎普？迄两个做偌济？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过去两时，过去嘛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所以真为着要。要下当为先呢，哦，众生脱生死轮，所以吼，即阵就是呐，天命命书，天命命书就是师尊师父，师尊师父把这个天命托落老前人，老前人把这个天命托落咱大前人，我对啦，给咱大前人，老前人给咱大前人，大前人将这个天命给咱各位点传书。所以因此，咱各位叫做点传书，
的传输，电就是呐，要甲众生开窍，要甲众生开窍咧，啊无点都未开窍咧。但是我他拄啊听着，房间里我这边一日一日我无时间变做照照的比赛，啊所以他我好怕像房间嘛是想开这个头啦，我咧想听伊咧讲要开智慧嘛吼，对不？啊，地位要开，你们点来开。人讲点破，点来破，啊点来开。所以点要点啥？要开咱众生的生死窍。点就是要，甲咱点破咱的玄关，互咱知影讲我对对来，啊要对对去。点啊，哦，互你知影去条路啊。所以咱唔捌唔知影，假使讲我即摆要去对，唔知影。哎呀，某某先生，啊，我即摆要去对，请指点一下，指点一下。啊，指点就不要偏，啊，对无？指点有无？你拢有指点无？啊，若无指点，还去定指点呢？哦，对无？拢有指点，指点就知影。所以点团。团啊，团德，要团啥？团德啊！书则传道，授业解惑。哦，还有这书啊，点团书。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书就是啥？书，伊是为书，将心为父。所以今日来要甲讲下，我是恁的书，我有责任甲恁教，我有责任甲恁讲。啊，可惜哦，遗憾哦，啊，即摆要讲伤慢啦。伊个呐，迄树啊，伊个大棵歹掉，歹掉。啊，人讲，人古早讲个，教子婴孩，教父初来。你教囝仔，所以囡仔为爸母足严，好为囡仔家家做规矩。囡仔爸母上好较安排，啊，教囝拢无咧甲教。啊，所以，迄像迄草啊、树啊，无办法，未生气，不成才，安尼啦哈。所以教子婴孩，请即摆我互阿安尼讲哦，互阿上互后悔，感觉做无好个所在，讲不恁听。所以你即摆有细汉囝教好，教子婴孩，教父出来，若要教新妇，就打出来，你著甲教下落。唔让媳妇出来，唔敢教。到后日啦，伊做妈妈、做阿妈啦，你来要甲教，我心烦啦，对无？哦，你顶下都已经硬啦，你要怎教？哦，对无？所以真好啊个，无法度人教咱这点人事，无法度人教咱这讲东西，不要。因啦，咱拢是非常的，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回关反照。为公们讲，咱今日的修道，我们真的有修道修善，修道修行，我们心真的有心吗？有烦恼，有怨恨无？有不满无？有恐惧无？有自大无？这就是爱修的啦。哦，要有谦卑无？有低心下气无？有听话无？啊，这就是爱有的啦，啊，安尼啦吼，所以吼，啊，今日讲的，希望恁大家真正好好会当真正好好修，所以平阳，万佛一中的天命点传书，地球上的人的人类，透过了上帝因诱因的启示，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人民地位思考。的模式，无论是在时间与空间上，人民已经意识到生命原来是一个共同体。咱的生命是一个共同体啦吼，啊，因为这个共同体，地球无啥物话，只个地球无去啦吼，啊，你啥物话？所以古早人咧讲，我较早拢听阮老母讲，诶，讲个状况咧，伊讲第一啦。你就要听人的话呢，
坐人的船爱人船走的，食人的饭爱烦人问的，这有你敢袂晓听？敢袂晓听？坐人的船，我拢想讲奇怪，坐人的船爱人船走，啊船也袂走，咱家己嘛死去的。也是哦。啊，大家共一只船嘛。对。啊，咱有的人吼，迄有的人心无好啊。好，我即摆变成这样子，这样船都我掂落，啊，这样船难掂落，你敢袂看？不是，你嘛是死啊！所以人讲，即坐即条船，咱今坐即条发船，一贯大都要发船，咱嘛拢爱一只发船好啊！所以大家爱共同努力拍拼吼，坐人船爱人船走，咱即只船也袂走，也袂在当地度上升吼。啊，食人个饭管人个嘛，食人个饭，今我互人请一顿，后面要替人家做一些事。吃人的饭，人的饭啦吼，所以因此呢，咱来知影吼，来今日吼，已经人民意识到生命原来是一个共同体，地球也是存在一个宇宙生命中的一粒小行星而已。但地球在目前来讲，仍是人类生命延缓的唯一家乡。所以咱先吼，而且从我再来看到咱台中赖太太吼，啊，较早伊后生，我伫迄阵伫带伊吼，啊，因后生啊，甚物哈尔，即摆娶某生囝，吼，啊，所以我看到啊，赖太太遐娶因后生媳妇啊，安尼个孙，我甲伊讲出，我讲吼。老母娘对咱人也无失望，还没有失望啊！安怎无失望？伊若失望，就无去派小天使来人世间来这是地球，还知影无？咱今仔拢叫啥小天使嘛？对无？哦，啊天使，啊老母娘对咱人类也无失望，所以佮派小天使来咱世间。所以吼，我头拄仔讲的吼，就是爱咱即个爱人。把咱的孙嘛爱带入了，不是咱娘，不是咱的囝娘，后孙嘛爱甲带入，哦，所以咱是安尼强调，三代同堂，五代同堂，哦，像咱白丁文书，哦，伊较早，哦，伊即马开始嘛那种，哦，四代五代啊，哦，好，安尼哦，啊我打三四代了，哦，就阮老爸嘛，哦。阿哥啊，阿哥囝，阮孙啊，也是，伊五代啊，足难得，挺难得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老母娘对我们人类还没有失望，没有把我们人类放弃，所以还会派条小天使来人世间，每个人打帮助到啊，赖太太啊，赖先生啊，啊，是派你的囝孙来打帮助到的。好，安尼了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小朋友带动起来，所以咱今天就是讲啦，小天使班吼，对不？所以希望咱大家吼，会当真正，伫这个世间延续，以是我们开始注意地球家乡上的自然环境，开始在采点恐怖的装备，讲着，这是讲着正义啦吼。整个整个咱国家，哦，按下无进攻哦，以前几十年前火啊，花迄十字安尼写啦吼，讲即摆若佛祖附近，即摆关注但佛祖附近爆炸，即摆现在因为啦，啊，佛祖附近爆炸，讲爆炸六十迈啦，爆炸六十迈啦啊，一两摆就真死了啊！咱六十迈，阿个咧爆炸，人类爱死几摆，对唔？爱死十十三十摆啊！所以因此，人类是面临这个劫难。所以咱爱知影这个劫难要安怎呢？这个劫难是咱大家一贯的地处有的责任。啊、哦！所以咱今天
真是爱保育生态福田，而人民的良知也正在回归复国。啊，所以咱的良知嘛咧，啊，开始复国，复国啦吼。有无？我看即摆甚至咧三百五十个例外吼，国嘛吼。啊，咱即个复国嘛是咧讲恢复国国国，就是倒啦国啊，国就是倒啦，免写啦吼，对无？你是讲顶关即个心字嘛？安尼安尼哦，啊下底即个嘴复国啊，啊，敢是？啊，我们要复古复古的恢复。咱先有知影有道，哦，安尼啦吼，复古。人民的良心渐渐复原中被唤醒，啊，而这些作为也都只是回归到创世以前的关系，回归到当初上帝做地球时的原貌之一，哦，这个开足长啦吼，啊，花时间也无足济啊。故在每一个宗教神圣境界内，都有对着未来世界的描绘，期待将来能最圆满成就的世界，并将天堂复国的圣境。毕竟，啊，这就翻译概念消甲表述，啊，并期待以后回到那时去的居住，到了那迄个所在的中向情况，到了迄个所在，将永远不再一的磨难。所以咱人会当真正回归这个所在，就是讲啦，咱这个所在。后日若真正咱逐个拢会当来得到修道，人类逐个拢来得到修道，把咱即个地球会当恢复像以前上天老母娘呾创造地球安尼，亲像咱中国咱迄个佛教圣人讲耶稣讲个讲耶和华神啦吼，啊神着用啦，哦第一日开天，第二日辟地，第三日生草木万物。啊，第四日做海，第五日做山，啊，到第六日，吼、哦，第六日已经完满啦，哦，完满啦，啊，到第七日叫做休息日，休息日，所以第七日叫休息，第八日，哦，安尼啦吼，一但是因为伊看到安尼无人未散，所以才将上帝的形用土啊就炼，哦。啊，念念照上帝形哦，哦，啊，念念，一甲画目睭、画耳孔、画鼻仔、画嘴，啊，做下手啊，伊迄个嘴甲分一口风，啊，迄个话，迄个叫做亚当，啊，安尼吼，啊，即摆来过去看亚当无伴，啊，佫照上帝，哦，上帝佫照迄个做亚当的鼻仔骨，抽一支卡来。啊，佮佮伊用土浇浇嘞，啊，佮做一个叫做泥人，啊，迄个叫做啥？啊，我人佮佮，佮佮分一口气，迄个话叫做啥？叫做下话，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引出，哎，咱过去个歌迄泥龙河，人讲河中有泥，泥中有河，其实讲个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查甫个讲阳，啊有阴。查某会讲阴内底有阳，安怎安知影无？毋是真正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啊，除非五湖之歌，到未来再安尼讲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是男中男属天，天中阴，一查某会属坤，坤中阳，哦安尼啦吼，啊所以就即款个经验，所以咱今仔日爱知影吼，哎，所以咱希望呢，咱这地球将来无这个灾难，安尼会当过着清气圣境宝地，在各宗教的神圣境界内有不同的称呼，如讲天堂，啊，安尼啦吼，天堂讲天啦吼，
也那是啊天国啦吼，啊讲天国啦吼，也嘛是讲是叫世界，也嘛讲净土世界，也嘛讲大乐清净，大乐清净啦吼，啊是讲啊这消妖除性定，无极离天，真主家乡，大同世界佛国等等，哦，安尼啦，因世界就是遮尔啊好，遮尔啊理想。要把讲开，讲真正迄个所在，咱若讲以年顶上升顶咧讲啦吼，弥勒上上升经咧讲，哦，老母人哦，伫迄个倒数天特别祝福咱弥勒祖师，倒数天啦，祝福弥勒祖师，讲你化用你的神通化五百亿个罗汉。啊，好菩萨，哦，安尼啦，啊，将迄个倒数天化作这个圣境，化作这个圣境，所以迄个圣境呢，哦，会使讲非常的协调，啊，所以遐呢，哦，也要甲讲开，讲比，迄是安尼咧比较啦吼，应该是佛陀咧讲比较啦，啊，是咱人要做比较会使吼，所以讲比阿弥陀佛天。西方迄阿弥陀佛天搁较好，搁较好啦吼。所以迄个做弥勒的世界，啊，因为咱弥勒佛也是咱过去大佛了，一起化三清，啊，三清有啥？有上清，有浊清，有太清，有上清，一起化三清，啊，三清。玉清就是哪？玉清住伫玉义宫，迄、那个叫做啥？元始天尊。哦，也那是上清啊，上清，迄、那个住伫个，迄、那个住伫上清天，所以迄个叫做玉帝天尊。也那是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迄、那个太清，迄、那个太清，太清啊，迄、那个太清。迄、那个叫做灵宝天尊，迄、那个住内底叫做，迄、那个叫做太，什么天，我怎样讲是啦，等阵啦吼，啊恁若来找啦，啊，哦安尼啦，啊所以因为安尼咧，咱今日爱知影吼，所以迄个所在就是啦，未来的修定，要嘛只有到迄个所在，才当真正会当得了三灾，发达。三灾，真正，咱今仔日人类都受这个逼迫，啊，所以这个当中呢，咱迄个叫做，迄是我看弥勒的这个上升经安尼写。水灾吼，水灾咱只讲水灾，讲偌严重，哦，当然真啊，地球上冰着融去，哦，可能咱台湾嘛都了了去啦，吼，咱台湾。阿弥啊，讲那落个雨吼，一粒都像个车粒，拢几吨，安尼对啦吼。讲唔了三点钟，先盖天，又盖天了，又盖六天，对不对？哦，要那迄个火呢？迄个火灾，天火，迄个天火不是咱一般个火哦。哦，迄个火吼，讲引火发动起来吼，安尼呢？天火、阴地火、天顶的迄个叫做、迄个叫啥？流星，那落来撞着地球，啊，迄、那个天的星，迄个变落来有火无？有火无？后面是不是有那个尾巴？迄、那个火？流星。啊，天火、阴地火，即个地球表面，迄、那个火吼，讲安尼烧害，含世界天嘛。世界哦，啊，世界天有带水，有带天火，火世界天，风有世界天啊，有世界，带世界，有世界，啊，含有世界天啊，所以吼，会使讲，所有到迄个有世界，遐拢总亲像微尘，微尘啊，所以咱即现在人类。实在是这个时阵真正非常的可怕，
但是希望呢，要达到一个最理想的净土天国圣境，必须透过灵性的升华，及宗教信仰者最初誓愿，以最后的归宿，就是回到生命的本源，五逆大仙之者，仙佛菩萨，神仙大仙等，所以一的指引，我们唯一的归途就是得道。过去的诸佛菩萨，一直在给咱指引嘞，指引嘞，讲啊，你要解决这个，要不然你要安怎样？一定就是要怎么样？得到。安尼啦，所以今日各位咱大家同修非常难的课，有这个因缘。对啦，这是上天的慈悲。你若无，你讲上进哦，啊，因为过去天都无破法，所以因为这个名数会使。即摆唔是，即摆爱啥？即摆破团，所以唔是名数，是大理名数，大理名数完蛋，所以即摆叫就是叫名数，叫什么数？连传数。哎呀吼！一点传输，点传输，点到传到，哦啊，解惑，对不？受益，啊对不？啊，所以输者传道，受益解惑嘛。所以这是这两个还不够的啦吼。但是即卖讲的呢，定力啊，使讲。为什么讲定力会使讲？定什么力？就是经营咱众生拢回归。经是经营嘛，先从做生意啊，你怎么啦吼？吴姐，你即摆若做恁公司的经理，也向经营你的业务，哎呀吼，啊，哎业务啊，啊你业务你做不到迄个，你头家骂你哦，对不？啊，即摆经理吼，咱只即摆现在咱只经理也放掉了，是也放经理底下吼，咱个是拢叫经理吼，经理啦吼。经理就安那，经营道务经理好好嘞，道务经理经营多好，诸菩萨就甲你骂啦吼，啊我就骂，哎，安尼吼，你经营无好啊，我从咱这有好经营啦吼，啊无经理你出去，咁是，啊上司讲帮经理经营，伊嘛不知嘛，所以经营好，所以经理天命。经理冇天命啊，点团天命点团，经理天命就是啦。要经营大家，拢要回归有经理天，修完的天命。所以咱是经理，就是咧带领所有的众生回归无经理天的经理。我咧有听啦，啊，所以我阿公到十点半啊吼。哦，好啦吼，啊，就安尼到这啦吼，啊，希望呢，大家人人呢，都会当得到，啊，所以得到就是得救，啊，就会当回归到道德的上帝的所在。咱今日来转来一下，咱嘛是转来到上帝老母的地方，这里是不是上帝老母的地方？是。你来有参过教会？有。啊，是不是老母的地方？啊，老母的地方。温馨不温馨？温馨哦！大家看到笑眯眯啊！哎呦，老菩萨啊，足够好看呀！而且我足够好看，是张小姐啊，啊，真够好看呀！哈，啊，所以吼，看到啊，实在是安尼啦，啊，何阿去房间里头咧教何阿去讲，啊，那下多来安尼，安尼来注意啦，我注意唔得啦，啊，来大家看看咧，见一个面咧啦，吼。要不然，那老菩萨太偏激了，而且这些东西，这些小的这些，这我看都是啊。我今天看见啊，有时间再来介绍。哈哈，啊，大伙啊，讲到这，祝咱大家道无方便，身体健康啊！啊，大家啊，感谢，谢谢。
念慈悲前道之功，昏道之功，在此一节念经，大家欢迎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好啊，各位，今天就会到十点五十五分，以后的啊十点。